你需要这样子吗？请你担心啊，我要做记录啊。你要先讲啊，我要做记录啊。记录没关系啊。那你有记得一清二楚。好，我都拿下来。树林快到了。我没有必要把口罩拿下来。你这边听不到，然后我这边讲话，那是你的问题。当然是我的问题啊。对啊。那你是有问题的啊，你有问题啊。树林。一月八日，到，我们要吵了。那我跟你，我跟你留下资料好不好？好啊 ，OK。那办公室到底是怎样？